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，我是胡福奇社。今天的话呢，来给大家做 World Toys 所推出的这一款叫做 Demo Dart， 应该翻成恶魔飞镖，简称的话呢叫做魔镖。它是以独角仙作为猛兽的一个形象，直截了当的说呢，这个可能是猛兽侠系列以来吧，到目前为止呢，我认为综合素质来说可能是最好的一款，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作品。光是在所谓的一个猛兽形态下呢，它就有一个所谓的飞行的状态。飞行状态下的话呢，它的后面呢有一对非常像真正的飞机一样一个翅膀。网络上的话呢，有所谓的战斗机的形态，我看起来应该是类似于这种状态吧。然后手脚稍微收起来，就感觉就真的很像是战斗机了。那我的话呢，是真的很喜欢它这个打开之后啊，整个一个体型有更加膨胀的一个感觉，非常的好。然后呢，上面的话呢有这个小型的透明的导弹，这个导弹的话呢是可以轻松的拔下来的啊。那么呢，在把它的翅膀收起来的时候呢，就非常简单了，就直接往内折一下，往内翻进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外壳包上，就完成了它的一个飞行状态啊，往内折一点，哎，一个属于地上行走的一个甲虫的形象就出来啊。独角仙的话呢，是可以顶起呢比自己重40倍重量的东西啊，所以是非常强壮的甲虫啊。那可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球形虫了啊。那它的这个子弹的话呢，要装进去的话呢，有一点点的困难啊，因为它这个孔洞的话呢，做的稍微可能偏小，或者是这个圆凸有点稍微大，这个把它扣进去的时候呢，如果不用两根指头啊。或者是用一点道具的话呢，有时候呢我还扣不进去，而且扣的时候呢，由于它这个侧边呢是有一块凸啊，手指是会痛的啊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各位知道一下，在不是装在翅膀的时候呢，是给放在下面，也是很合理了啊，有一个更加战斗的一个形象。那么巨大的甲虫的话呢，战斗型的甲虫还有一个形象嘛，各位看过星舰战将对不对？会喷火的大甲虫啊，不过它是没有前面这个尖角啊，没有前面这一根把这个当武器用了这个。整体来说的话呢，就非常棒，倒脚涂装各个方面来讲几乎没有什么问题。脚的可动比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啊，可以动的幅度比较小啊，前方的开口在这儿，那后方的开口是在下。那我们呢也很快速的呢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哦，非常的简单流畅，而且是很有趣的啊。头的话呢往上折上去，然后腹部的话呢这里有两个卡扣 凸跟凹，把它松开，前后都给松开，脚趾的话呢把它给收进去，然后的话呢这个头上这个脚啊，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把它给扣上。再来的话呢，把中间这个地方给两侧给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，注意一下，把这块部件呢往侧边推出去，往侧边推出去。它的话呢，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，是有一个红色的凸对应有一个黑色的卡扣啊，在任何的转动下呢，都是要注意到这个地方的，把它做一个反转过来，另外一侧又有一个黑色的卡扣跟这个红色的凸呢做一个结合，到这儿把它给扣进去，然后后方有一个金色的凸跟凹一样做个结合，这里做一个反转过来，哎。这样子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，这里扣上去，结合完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呢再做一次的反转啊，所以是非常有惊喜感的一个变形。到这啊，变形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啊，然后再把这个红色部件呢给往前面推过来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啊，它要对应到这里有一个洞到这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的话呢给扣上去。那这整个变形的过程当中呢我是觉得比较纳闷的呢，是居然它的这个下半部啊。好像没有锁扣的位置啊，待会各位你就知道了，这里凸跟凹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，这里也是一样的把它给扣下来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做一个脚的一个组合，脚的组合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可以先扣前面这个部分啊，前面这个地方啊，这里是有一个洞，这里有个凸，从这把它给扣进去，这里是一样的啊，这边把它给扣进去，好，扣进去，然后呢这里多出了两个凸，就是要锁扣这两个凹，从这过来。那锁扣的一个位置很简单啊，你就是透过这里的一个多重关节啊去做一个调整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另外一侧的变法也是一样，完全一样的一个变法啊。如果太靠近了，就把它往后面推一些些。这样它是用一个咬合的方式去把它给咬住的，两个子弹就在这儿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是比较奇怪的，就是呢，这个底部啊，这里啊。完全只能靠卡扣啊，不是靠超这个地方把它给捏紧而已啊，似乎呢跟中心这一带啊，我是找不到任何的卡扣啊，
所以感觉就下方这里似乎是松的、啊、不知道是不是变错了还是怎么样，就是感觉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我第一次变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么松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二次变的时候呢，它的感觉就好像整个走样了一样。那不管如何呢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变形完成之后的一个形象啊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本来也比较空洞的地方啊，多了两枚导弹之后呢，有一个比较好的填充效果。我猜也是为了这个部分吧，才把这两个导弹硬是做上的、啊、不然它确实是给不需要的。那整个一个造型也还算过得去，但是就是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没得扣紧呢、啊、感觉有点松。不过呢，它的一个重型的一个霸气的程度啊，还有能够展翅的一个形象，变形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，而且非常的流畅啊。一个萝卜一个坑啊，卡扣啊什么的设计来讲的话，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妙，整个变形一气呵成了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呢推荐啊，真的是比较推荐这一款 War Toys 所推出的一个魔标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